职业，我操！我操！没一季拍完会就赚钱了，懂吗？哎呀，这回多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今天中午，输液与天然藏野等主播一起组队大表演分，在连续赢了五把之后，终于撞车职业队。输液更是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输的准备。完了，兄弟们，做好打完战车的准备了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可以驾车了，兄弟们。打完这一把，他妈输液可以驾车了。到这个鲁班七号是落队。有那么一种可能哦。一诺。是的，我这里他们告诉我了。我是把那个一诺给卸吗？完了，我坐起来了。我靠！我跟像女一样，我操！鬼谷子不强，鬼谷子，鬼谷子边路啊，鬼谷子没中路没路。在边走，在边路走着。我边走，在边路走着。欢迎老弟，我他妈这个，我他妈这个，三路选一三路，可能走这样一星两黄了，三路忙不了了。我感觉那个一星要了。那轩然，轩然哥，好，那个你。就在输液一击被蒙恬单杀后，上路的天安此时也不好受。来，我上来怎么了？拉死了！我操，我被蓝输液了，他这个好专业啊！我靠，完了，我真的被针对了。哎呀，上路得翻一下，上路冲不下线了，他们打一种干的职业，完蛋了，全部都没得下路，连到了吗？上一打，继续回到下路。这波输液与蒙恬的博弈也相当精彩，蒙恬顶着伤害抢线升到四级，大招一开所向披靡。哎，再见，快点我怎么这么逗啊！我操，害得嘻嘻哈哈的，给我搞得我有点不会玩游戏了。那小鲁哥，输液再次复活，看到对面双 C 残血不回家，还在探险，大招一开送他回家。给不上，就在输液第五次死亡后再次复活，泉水开船留住对面，帮着队伍打赢团战。刷下经济。十分钟暗影主宰刷新，输液下路清完兵线直接开船。这次的目标很明确，眼里只有小鲁班。我给你了，我去找了。
被对面五人逮住，死得很惨。十七分钟，对面一星位置靠前，树叶抓住机会一套打盘。你能加速吗？我很肉，我很肉，我很肉，回家。我大兵的，我大兵的。我只要不会读不仔细，我现在基本上应该他们很难抓我。20分钟风暴中团，天安绕后被对面五人追杀，树叶开船拒接，不仅没有接到，自己还被留下。中了，中飞，中飞！这把他妈的，我怎么卡了？尽力了，尽力了，真的尽力了。这把真的尽力了，这把我附加差点钱，说实话。极限，真的极限，已经确实极限了。哎呀，这把我太菜了！第
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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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背大锅，这么我他妈背大锅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自宫谢罪，我今天就要拿一把刀斩谁？不行，现在不能自宫，今晚还好有用。